想吃阿伯，我想吃人人。你怎么又不想吃？嗯，他那边有街友，真的有，你看，好恶心，好恶心的。Two moments later。那晚上，哎，我前几天看到一个街友，我觉得他很假。真的，他们是不是都没有工作才有点烂？大概可能是这样。哎，刘云正，你们刚刚跟李月婷在讲什么？我们在讲说，我们觉得街友都不太卫生，然后有点不工作的感觉。才不是这样的，之前看过一个街头求生影片，里面有讲到说街友其实都是有工作的，而且他们会流落街头也是身不由己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那我们以后不能为外表而歧视别人。对。你们刚刚在讨论什么？我们刚刚在讨论说，我们街友觉得他们都不干净。